染的状态。很多人说是湿湿。公一喊开，我也没穿衣服，我就默默自己拿一条毛巾，然后转身，哎，警察林姐开灯，然后我就躲到墙角了。正面全裸将毫不掩饰显现在大荧幕上。我和白云哥哥忍不住亲亲抱抱起来。我的经纪人要求我，吴康仁，你必须寄自己的履历去给林雅婷。我是按照正常程序，不是走后门啊。等杨雅哲星座限制级电影破浪男女，找到影帝吴康仁、刘楚平、柯林、梁湘华演出，片中不只有大量性爱场面，吴康仁、刘楚平更是全裸演出，练布袋戏啊，爱脚胶啊，脚缝都要不放过这样。那所以你从来都没有走过后门啊？我只是你刚说走后门。怎么会走后门？就会爆雷耶！没他说走后门，哎，我要怎么走？讲是哪个部分？不是，反正他们都看不到啊。你说知道？他想跟你玩，我又没有靠山给什么？没有，他想要跟你玩一个双关语。对，你没有上当很厉害，不愧是我们。哪一个部位最有自信？对，因为我们几乎应该会看光光，我觉得是眼睛，眼睛很有戏。对不对？救援呢？哇塞！是眼睛来，是眼睛。那我广告唐瑶，谢谢台湾。那是哪一只眼睛呢？这个是很厉害，我是要提防你。你刚刚说的那个哪一只眼？你哪位？哪位冷静一下？哪位冷静一下？导演，一定没有人像他那样演出。但吃脚脚以外，还会吃其他的。吓到吃。对，假的。吃手手吧，吃手，吃脚脚。我不觉得那个肢体方面，台湾演员有人可以做到他那样。我自己觉得拍完会有一种叛逆过来。在家里要怎么准备性爱戏的准备？跟枕头吗？我这是一个非常学术的问题。没演过了。这部戏我在家里什么都没有，都不能饰演海王。你好，叫我试一下。至少煮个菜啊！我要去加入一些群组。只要一喊咖，服装师就会马上过去包起来。橄榄球员有没有？就一喊咖，那个服装师有点像橄榄球员冲过来。对，要保护女性，让他们不要就是招惹。你也有帮你包吗？没有人帮我包啊！我转身有点像转身零检这样蹲下来。所以一开始就知道你的尺度是全健的。导演，我有问他你想要到什么程度，他就说就这样，OK 啊。对啊，所以所有该有的都会有的，要不然就失去了这个电影的意义。他本来应该出现的就是自然状态。有听说那个自然状态看起来非常的，我有个朋友看过片说过目难忘的状态，你的自然的状态。很多人说是公的，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拍戏的时候，反正要回到以前，就不是想要从商业组的片去想要发展，想要从文艺片，只是后来因缘际会我们。这个大环境把我推到了某些地方去演其他戏，又回到最初，又可以跟喜欢的导演回到我自己的身份，我觉得反正是什么包袱都没有的状态，就是很自然，回到我一开始学习导演的初衷。